发那那你拨成你要的样子，头发把它拨开一点就好像你的头发嘛，我把衣服脱掉，好，比较空，西瓜打开一点，这样子好像是，再拨一次，好，好像那头发炸起来都怕袂出来。炸起来啊！要帮你娘的手还冷，被打湿。我先。那你需要一点暖暖包。不洗东西啊。那你应该要一点热水。哦，你两个头毛拢会挂，拢会挂亮。水啊！拨开才，你这样子好像一条路挡住了，走不出去。你把它打开，你就有前途。那我没有前途啊！有路可以走出去，挡住了，没有路走出去。那就开门喽！你看电视看看。嗯。要找像你的头发都盖起来的，电视上面可能也是很难的。你想要找？上来很难找。你讲伊去剃头，有咧看迄个人安怎教你，佫会晓用吗？热一点点的话，妆也多了。Thank you.